一个插入函数，如果一样用那个最近使用过的那个 index，那 index 里面的话，第一个它会问你说，哎，你的 source array 啦，其实就是你来源，那来源就是这个范围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呢，那你的 row 意思就是说你是哪一列，意指的就是说你这个范围里面的列是哪一列，针对的是这一个范围哦，我一直强调哦，index 是这个范围的。哪一列？那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一直向下拉的话哦，它一定是第一列的第一栏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下一个的话一定是一样是第一列，但是是第几栏呢？第二栏。所以呢，它的 row 哈、哦、一定是一一一一，然后二二二二，那这边的话一定栏的话一定是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要把它合并回来的话，你就要先看到你的需要，到底要变，所以你要变出两个东西，就是 row 是四个一、四个二、四个三，那栏的话呢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那什么时候产生这个东西呢？就是你向下拉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自动产生这东西。那如果你向下拉要自动产生这东西，第一个一定要想到的函数就是 row，有没有 row？可是 row 你向下拉的时候，它一定是什么呢？它一定现在如果在第二列的话，一定是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哈，变成什么？变成四个一、四个二、四个三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，colon 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怎么样转？哦，所以这个也许想想看啊，如果你这个想得出来的话，以后哦，你资料要分分合合，就会非常的简单啦、啊。看到，哎啊，我要把它变两栏，变三栏，变四栏，都无所谓，概念都一样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延伸性的练习题了哈、哦，试试看啊、哦。其实说真的，会想得出来啊，知道概念的话，哦。你应该就没有问题，所以也许你可以在旁边练习什么？练习我这边是 row number，好，我可以需要什么？row number 我需要的是一，好，那这边是 colon，好，colon 这边是一四个一哦，好，四个一。哎，不过会不会有人这样直接就在这边一，啊，自己先产生2223333，啊这边是1234，好、哦，其实可不可以？其实也可以诶，如果你这边先做完，那你再用 index 抓旁边的资料，那答案也可以啊，有没有啊？再把这个隐藏起来啊，有没有？啊也可以合并，也是一样用 index，只是那当然不是最好方法。哦、OK。想想看啊，这个规则哈，这个是额外的延伸练习题，还蛮有趣的，是要动一点脑筋。但是如果你想出来的话哦，应该就不是很困难的东西。哎，我看我好像，其实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没放啊，但是我在那个我的云端上面哦，云端的白板上一次给各位那个 goo.gl 有个连接，里面其实也有答案哦。好，这个我想哈，先给各位想想看。那另外的话呢，请各位再把刚刚的这个工作表哈，拖拉，按 Ctrl 键，复制一下哈，把工作表名称改成 indirect 哈，indirect，意思就是说，请你怎么样，把刚刚这个东西 delete 掉，试着用什么呢？用 indirect 这个函数把它变出来。哎，indirect 函数，我们之前插入函数哈，好像有讲过，就是用那个检视与参照的 indirect 这个，哎，这个也非常重要哦。那它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的是一个位置，所以我需要的资料在 B2，所以第一个资料在 B2，下一个 B3，下一个 B4，B5，哎，所以基本上哈，它变化的部分呢，只有 B。跟后面那个数字，所以哈、哦、B 栏不会变，哎，B 栏不会变哦。B2，所以你只要产生什么一个表格，这个表格是二三四五
六七八九，有没有？刚刚是一到三十二嘛，那现在的话呢，是要产生什么？产生二到三十三，所以抓这个，那你会发现 indirect 哈，其实就直接是抓什么？抓目前工作表的哪一栏哪一列哦，所以 indirect 哈，等于是直接抓工作表，特别重要是抓工作表，那 index 是抓那一个范围的哪一栏哪一列，好像这个概念有点不太一样哦。不过常常同学最容易搞混的就是这两个哈，就是不清楚说到底是范围是来源在哪里。Integer 是根据的是这一个工作表，index 是根据的是那一个范围，哈，所以两者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请各位哈试一下那个这个 indirect 这个函数哈，那其实哈你只要把那个一样嘛，把那个二三四五六啊，它实际上就是只要这个是抓 B2，这个抓 B3 就下一个，所以 B2、B3、B4、B5。B6、B7，哎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变成二了啊，前面都是 B 嘛，所以它们共同点就是前面都 B，所以 B 不用变，只有后面那个数字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变出什么，先第一个先变出那个 column 就可以了。栏的话，那等于就刚刚那个最近使用过的 column。column 的话，因为我要从二开始啊，所以是减掉二。哦，那所以这边的话一样嘛，哈，向右。向下，但是二三四五都固定，那我需要什么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所以哈、哦、这边的话一样哈、哦，加上倍数，前括弧把 row 哈、哦、减掉，它现在的列数先扣掉归零，在后括弧乘上，因为每有四个栏，所以乘以四，打勾，哎，向右，向下，那就会二到三十三。那有二到三十三这个讯息的话，你就直接怎么样，把这个东西再放到哪里呢？放到那个 indirect 里面的什么呢？B 的后面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公式减下，然后插入一个 indirect 函数，前面先串一个 b，and 一个符号哦，关键这个 and 后面再把刚刚的列产生的那个。那个它原来是数字啦，我前面讲过了，本来是二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遇到那个 and 符号，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哦，它的概念是 and，它本来是二嘛，哈，它遇到 and 自己帮你转成这样子，再跟前面的 b 串在一起，所以串完之后的话，那结果就会是 b 二了。OK，好啊，那以此类推，向右向下，那不就是什么把？B2 到 B33 的资料呢，帮我搬到哪里呢？搬到这个范围。哎，有没有？OK 哈、哦，那当然栏宽一样了哈、哦。刚刚问题，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把前面栏宽取代。哎，那、啊、又回到刚刚 meet 跟 replace，所以也许哈、哦，差别只有在那个 indirect 它抓取的是目前工作表的真实位置哦。这个有点像是绝对位置，绝对位置指的是哎哪一个 B2、B3、B4 抓过来哈、哦。那至于哪一个简单啊、其实我觉得看就看你平常的使用啦，那 index 跟 indirect 各有巧妙之处啦哈、哦。你说哪一个比较好用哦？那就看个人习惯问题，因为 index 是抓一个来源的范围，那个范围是你可以选的，那 index 不能选。index 指的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表哦，OK 哈、哦，所以没办法选取。那顶多是说你如果跨工作表的话，就是在那个 B2 前面哈、哦、，B 的前面再加哪个工作表名称，加一个惊叹号，看到没有？工作表名称再加惊叹号，也就是如果你的资料是在另外一个工作表的话，那你可以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哈、哦。OK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后面，其实 index 后面切割前面两个名称的概念都。